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.8 像柱灯塔或是远方。好，这边的话是新木兰卡的一个任务，向着灯塔或是远方啊，在这个破碎之海下方这个位置，然后你承接上一期的话，你船上先传了这个锚点过来，然后从这个位置这个方向，然后开这个锚点，然后再从这边飞过来。好，我演示一下玻璃之后的直舵，然后在我们右侧东方向地图右边啊，这里有一些这个跳台，看到没有？你从这边跳上去，跳上去，然后从这边上来，然后开这个锚点啊，自己跳过去开一下，然后我们从那个锚点过来啊，过来之后呢，再继续往前，然后从这边直走，直走，直走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西方向地图左边，小地图左边，往中间这个岛的方向飞啊，西方向地图左边。好，这边下来之后呢，过来这边找 NPC 对话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在我们右手边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个对话啊，用离台啊。好，这边对话完之后呢，再继续东方向地图右边，从这边上来，然后在这里位置用离推啊。好，这边点完之后呢，我们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进来，进来之后呢，看一下西方向地图左边，我这边上来之后呢，这里尝试碰碰啊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要去到这里啊，然后我们跑一下，从里边出来，出来之后呢，小地图上方这里有个欠子鹤啊，想拿可以直接拿了啊，顺路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这边还有个宝箱啊。啊，小地图左边这里有个跳台，直接往上跳啊，然后封场，再继续往上跳。好，这边再往上跳啊。然后旁边，刚刚旁边那边有个羽毛啊，你想拿可以顺便拿的。好，你们上来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小地图上方，然后地图右上角这边的话有个穿梭锚点，下面的锚点开了。看完之后呢，这边我们去最后一个锚点啊，小地图左边。从这边走上去吧。西方向地图左边啊。来。然后在这里，这边的话是也有这个跳台的，然后总就往上跳啊，飞过来，然后这边继续往上跳。好，跳上来之后呢，来这边开锚点啊，T 键拿一下，拿一下回头，回头，然后给它放在这里，按一下鼠标左键放在这里，然后按一下 T 键连接一下 IF 魔线飞行，飞上来啊，继续啊，这边有个宝箱了，可以顺路开了。好，然后在这里有个穿梭锚点，来开启。好，这边开启之后呢，然后从这边上来，上来，然后从这个树这里往上爬，灯挂在最高处啊，然后这边落下来就 OK 了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我们要沿着这个树往上爬啊，然后来这里，这个地方有个悬挂，挂上去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小地图上方啊，北方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我们从这边直接飞过去。好，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直接飞过来啊。
好，落下来，然后来开一下这个锚点啊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它会让你许下心愿啊。这里的话是这样子的啊，它会有三个雕像，左边一个，前面一个，右边一个，然后你分别去到每个雕像的前面啊。例如说左边这里，这里的话会有个闪光点，然后你调查一下啊。然后这边对话啊，对完话之后呢，回头看向东方向地图右边，然后来到这里，这个闪光点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对话啊，然后把那个选择一下那个甲放上去，然后最后一个来了这个位置，来这边对话，三个对话点对话完了之后呢，应该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，然后我们传到这个破碎之海下方这边传过来，它会有一些那个星光灵盒，你也可以跟一下，应该是有宝箱的，然后从那边落下来。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向这个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这里有个魔线飞行啊，从里面飞下来，飞下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个 TNT 啊，这个加弹，按 T 键拿一下，然后回头回来，回到这个任务提示的地点，这边的话鼠标左键长按，然后给大家把加弹放上去，好，然后就可以从里面进来了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来这里用力拔，接着我们清怪，然后再尝试，还是清怪，然后解决掉之后呢，来再用力，好，接着把这些怪清了。好，这边的话派蒙提示让我们在周围看看啊。好，这边的话这里有个宝箱啊，到时候可以回头拿啊，你要拿的话可以现在拿了。然后我们从这边上来啊，来到这个传送锚点穿过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到左侧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对话啊，刚才这个武器应该放上去。好，这边的话是放了两个，然后再来到这个小地图上方这边，把这个灯给它放上去。那这边的话这个任务就结束了啊，然后我们地图也全开了，那这边的话任务应该是全部做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破碎之海这一块的一条龙收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